大家好，我叫赵晨，来自中国。能代表中国参加亚洲太平洋国际小姐大赛感到非常自豪。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，各有特色。我觉得了解一个民族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从美丽的传统服饰开始。同时，我也希望大家透过了解我国的传统服装，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。我特别喜欢汉服，早在中学的时候就被汉服的服饰所吸引。将古人的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，这是一种奇妙的传承感。我觉得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能够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，但现在国内很少有人穿汉服，穿上汉服就像行走的一个文化标志，走在街上都会用善意的目光看着我。我希望透过鼓励大家多穿传统服饰，能带动各民族穿着传统服饰的潮流，让传统民族服饰可以融入现代社会。